妻之间不就是要互相包容？我自小教你的道理全都给忘了是吗？你说的我全部都记得，都照着做。你说考试成绩要考得好才会有未来，所以我从来没有考过第三名。以后你说女孩子思想要单纯，不要被外面的花花世界污染了，所以我连萤火虫都没有看过。你说门当户对是安稳的基础，所以我嫁给了赵薇。干什么？你说对老公要体贴，所以当我被打得满身是伤的时候，跟你告过一次状都没有。你说的我全部都照做了，可是为什么我还是那么不幸？夫妻之间不就是要互相包容？我自小教你的道理全都给忘了是吗？